等会去干啥？你想去干啥？你想去干啥？我都行，听你的，因为我长沙不熟，我明天就走了。我也不熟呀。我明天就走了，所以说。所以我们要找个地方喝个茶。已经买茶了，茶已经买了，我喝的是绿茶。问一下一哥有什么好推荐的地方？他的 ID 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呀，你看你的 ID。我看一下，那他们怎么收到我的呀？刚才我不知道呀，他们怎么收到你的？这个11111082，哦，11101821211。那刚才为什么会收到我？好多突然，我以为是你跟他们说了。我没说，没说过，蛮好的，11101821211，这个 ID 真好。什么软半半？伴侣的伴啊，我看奶茶好了没？没有，它是会震动。你喜欢震动吗？你说三倍啊？你喜欢震动吗？你喜欢，我就喜欢。我还行吧，我还是蛮喜欢的。你要过来一点，我们在港人门口啊。我们那个十杯好了吗？等一下，已经在做了。好，他这个脸真的蛮可爱的。要吃脸太肉了。好好吃。你充多少个？刚刚看到有人说我长得像羊。多少钱？六个羊羊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充。感谢刘宇的火锅，谢谢刘宇。我不知道长沙哪里可以甩呀、啊，我不清楚哎。我只知道解放西。来抽个礼盒，上个电视，兄弟们啊。抽个礼盒，上个电视。哇，这好多人关注。然后兄弟们，咱们这个同款衣服免费抽奖，大家可以加一下微信，叫做13519630，兄弟们，买不买都没关系，加爆就行。关注我。13519630，又是你，两天了，都是你。哎，没给你。来长沙我才来的。没给你点奶茶，我把我那杯给你吧。哦，不用。不用，我那杯给你，不喝了，我跟他喝同一杯就行了，可以吗？都是你的，我说可以给你喝同一杯吗？可以啊，那是我们的绿茶。刚才是谁推荐喝绿茶的？有点过分。我没有买绿茶，买的是那个乌龙什么的，幽灵什么的，幽幻什么的，还是幽灵什么的啊？哦，可以，要换绿茶，一个两个蜜桃。好，微信号是13519630啊，加微信免费抽奖啊。怎么就变成情侣装了？我跟他哪里是情侣装了？牛仔衣。你故意的吧？你知道我今天穿情侣装，他穿情侣装，跟我穿情侣装。我有，其实我有一件他，我有一件这个颜色的衣服在酒店。你没发现我们才是情侣装吗？啊？你跟他是情侣装是吧？你啊？跟你，你不要怂呀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要怂好不好？我很怂的。别顶脚了，行不行？反正又没有你高，你还顶个脚？嗯，好，先给会长他，先给会长他们，对，先给金哥他们，先给金哥他们。大家抽个奖，上个电视啊。还有一个。哪里拿呀？在里面拿。里面拿吗？好的。那这边怎么开？哪里啊？稍等一下，帅哥。好。那里三个里，那这就对了。就是，那我开吧，用我的手机开。十杯。再拿三杯过去啊！上来，亲爱的，一次两个十杯，这都做不完了。是要抽奖吗？对呀。没有，送给他。他们喝的呀，他们有五个人。56.8，然后直接从里面兑了以后，昨天我哥运气好，3块钱报了。哇，他送了。昨天我哥3块钱报警，他30块钱。这边少了一个100。恭喜啊！恭喜！170是一样的6包啊，这个跑这个洗干场，但是然后这个一样的一包，那就是170吧。这边是。你干嘛？太萌了。对对对。对。好，那不敢报，我再说。稍微等一下，后面简单的就是把纸条等了。包夫的女人，感谢耀哥，感谢耀哥续费10个月的骑士。就这样。
说好了是吧？这边都说好了。25.9一罐。怎么关注他？等会跟你们说吧，刚刚说了一遍了。那他已经有很多人关注了哎。这个先给你们吗？你们，你先拿过去吧。你先拿过去，先给。你给我拿了几杯了？两杯。对，刚刚给金哥他想换一杯啊。还有几杯？还有六杯。有六杯啊。这边两杯，你这还有六杯是吧？嗯。好，去吧，拿过去吧。给那两个女主播吧。简单。一会儿一会儿可以试喝一下，倒了好一家牛奶。那这个要给他们？这也是我们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好 ，OK。先给水友吧。那个，哎，那几个老铁呢？还有、拿不去，等一下你先放，拿着。啊，两杯。还有最后几杯？还有三杯啊。两杯都要热的。哦，对，是还有三杯，是的。那个，拿着。给我喝吗？你没拿，他们先来的。拿的，没有，开玩笑。那都是这小子。只有你不够，再点吧。爸爸，这么吃。欠我200块钱的，拿给我，还给我。那还有一个这个。送2斤，不给他们过吧。我敢赌啊，你没有牌子。2斤。你有没有牌子？还得电网呢。啊，没牌子，还欠我200块钱，还骗我一杯18块钱的饮料。算。那来，我不喝了吧，我给他们吧，我不喝了。还有三杯是吧？喝了三杯，我给你拿出来，从外面跑出来。不用你给他吧，你另外的两杯你给刚刚那几个。好，水友。你是不是有一杯的？我有一杯了。哦，那你拿一杯吧。就给你喝吧。我不喝了，他们喝吧。反正六级。后面顾客请稍等，我马上点。你分吧，我不喝。这给你，这你拿着，那再给我一杯。还有一杯啊。哦，给他们俩，这杯给他们。那，最后一杯，我不喝了。哎，你都有了吗？人呢？那还有一杯。还有一杯后面。还有一个小孩子的，那小孩子有一杯的。就给谁？青哥没喝吗？金哥呢？金哥呢？他们给妹子喝了。哦，算了，我不喝了吧。那这边放着给金哥吧。啊。谢谢小伙。我不喝，你喝吧。我早上喝过了。你喝吧，你看就一根吸管，你喝吧。你喝啊。来，别吐气。不，你喝吧。感谢大哥龙生的骑士。好。感谢大哥。你喝。那我先喝。什么叫我不敢啊？不管，那项链拿回来了。对啊，我项链寄回来了。太嫩就没了。我不喝甜的。我不喝甜的，胃不好，不喝甜的。声音真的不好吗？啊，我胃不太好，不喝甜的。早上我喝过了，我真不喝，我真喝过了。他天天说他胃不好，然后天天要喝。天天没有，天天想吃完。我真不喝，我真的不喝，跟怂不怂没关系啊。我服了，我天哪，我真的不喝，跟我不喝饮料跟怂有关系吗？证明你不怂，你要喝一口，你知道吗？看，他都不喝。不是，我再买一杯行。我再买一杯。哎，你好，给我根吸管呗。好。嗯。别的地方还有啦。你别理他，这良心。主要是里面女粉太多，他不敢喝。这样的吗？你让他下包，他马上就喝了。你喝吧，不喝。他证明了自己。我这个吸管粗点，太细了，吸管吸不上来。
我发现啊，我发现你是真的好玩，我发现在哪都在，只要有吃的有喝的你都在啊。广州一哥十三岁混吃混喝挺厉害的。明天拿那个金卡钱再续过费，千万不要给我消费啊，不要给我消费，3块钱报警卡，不要给我消费，我求求你了啊。来吧，我去扔个垃圾，我们去逛逛好不好，我常来这边都没有逛过好不好。那我也不认路呀，我随便扔个垃圾，我们去逛一逛好吧，带你们逛逛长沙，去逛逛一些比较有名，欢迎强哥，咱们是往哪边走比较好？是往这是印象会，咱们是往下面走还是往上面走？往上走吧。感谢大哥的一张金卡，我操，又中了！今年是干什么呀？我操，在。才干了3000块钱。谢谢，你能不能走慢一点？哎，我们去逛一会儿，你们去不去啊？你们去不去啊？我逛不知道，随便逛。我不去，我去上面看看去。国金在哪里啊？往上走是吧？好的，我们往上走了。往上走。报告怎么样的吗？谁回去了？谁回去了？要不然你一直待着吧。哦，行，你们逛一会儿，就你们走的时候跟我说一下呗。感谢大哥，感谢我可爱哥续杯4个月的领主啊！大家那个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哲哥今天给我发了一个信息，他说今天不是有个叫什么什么复活赛嘛，什么年度十大复活赛，然后我问领导说那个跟十大没关系，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这么说，哲哥跟我讲，他说这个东西你不打你可能十大会没有机会，那我这么说的，如果我十大没有机会，我能上就上，上不了就算了，我这么想，我们就随缘上好吧，大家该抽礼盒的抽礼盒，就随缘上。这就是国金啊，这是人最多的地方是吧，所以你们抽礼盒，礼盒是155好吧，你们就抽礼盒就行了。我们现在是去哪边？咱们看前面，哇，这么多人吗？我感觉跟我家过年似的。过年就是我们那边还有，就这边很有那种人情味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在杭州就感觉不到这种氛围。走，我们走过去。哎，我们会走着就迷路了。你要看好我，等一下我就没了。你没啦？人太多了。我靠，我们被堵住了。这。走了，那你手，你手机要放口袋里吧？放我口袋里吧。我拉着。有没有看前面啊？哇，这个楼这么高吗？欢迎凡人哥。去哪里？去哪里啊？国金是在左，这个是。